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想到还有一个。哈哈哈。哦，你都写一些以前比赛地图哎、欸，厉、欸、害吧？厉害哦，代表还是有点尝试，有点懂。对。啊，那我这一场什么不能做？你只能开一般的车。这就一般的车、啊。等下，怎么样？还是脚车问题？我选跟你一样了，可能你还真的差蛮多的呢。脚车比较胖，但是脚车比较胖，车子比较稳。哎、欸，你等级我比你高等呢，三只手指头，你五根手指头呢。人家多一颗星星呢，看一下。哎呦，这个带一只小鸡鸡，是宠物吗？这个是以前电竞比赛的时候打到世界冠军才有这个。真的啊？笑什么、啊？真的没？对啊，你没拿到，我有拿到啊。那时候哦，精彩了哇！你有没有看到我身上那个手里剑？哇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只是刚打败红林才拿到的。哇！原来官方有出这活动了、喔。哇，太快了！我才刚复出而已嘛。那个，你不能开这台啊！啊，我要开哪一台？要开十年前的啊！哦，这什么鸟、喔？十年前的车，这台啊！啊，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连喷哦，你只能一喷哦，你只能一个喷而已哦。OK， 你只能喷一下而已哦。好啊，你不能噗噗噗噗这样子，你只能噗。OK， 开始了，好，你光光小，开始。啊，等一下。可以快速结束吗？我一直忘记一件事，我的声音要调小声一点。这是我声音调最大，靠腰我什么都听不到。来，你认真啊，你先认真一次，你认真。你认真，我认真，大家都认真。我认真，这也没动，好不好？没多快啊。哦，看能咬在小草后面的有几个？没有，只有我一个。哇，他冷了。等一下交换怎样？我觉得我也要开出一些条件。哦，你要开条件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你开条件啊。但是我不会限制你游戏上，因为没什么好限制。啊哈。我限制你的那个键盘跟键不能撕。啊？哦，我的键盘不能撕你哦。还有键盘。我键盘不会再失灵，我已经换一个新的了啦，不会失灵的。键盘、电脑，不会，应该不会。对啊，这一场不能算啦，这场我要调声音的。这场不算。声音太大声了。对，声音节奏。对。哎，你很懂哎，你知道我的心声哎，好不好？你们以为我不会进终点吗？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嘿，欸，小草，我问你一件事啊，这我观众蛮好奇的。等下我先问你，认识朔月吗？认识啊。那你跟朔月谁比较厉害？谁比较厉害？肯定是他啊！真的吗？他有那么强吗？真的。是不是要叫他来跟我单挑一下？他那么卡小啊！啊，现在应该也没有在玩。你要先过我这关，你才可以向他挑战呢、啊。好，我先过你这关。哎、啊，不能选一些都没有玩到的图嘞。都没有玩到，好、哦，好，没问题。这对你不公平嘛？我懂。哎、啊，你不可以不不不哦，你只能不。不。黑眼豆豆是不是？干嘛？你干嘛起交准备？你会怕、哦？这个啦 ，OK 吧？可以。哎。好，至少我们先讲好，你限制我不能电脑有任何问题，然后键盘不可以坏掉，都不会有这些问题。开始，哦、你认真哦，认真。我已经想好他下一步要说什么，那个鸡鸡大赛，没有，那种起码没碰到，没有，故意的，我怕这样不公平。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哎，我建议你刹车。不会啊！哎呀，这不听专业的吗？我以前玩都没有在刹车的。人要比车凶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妈说不能踩刹车，踩刹车我就不是她儿子。喂，干，你怎么从前面窜出来？解过。哇！
被夹杀了，冲撞太溜了吧？哎呦，你以为我是不知道这边有密道吗？哎，哎，一个重一摔是不是？哎，有哦，要到终点哦，最后一个弯哦。屁啦，你有那么快吗？最后一个弯哦。谢谢，各位谢谢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一个堂堂男子汉的真正对决。有。好啦，这样子啊，当初应该找你当我的队友的。这样子，你认真好不好？拿出你真正的实力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？把你真正实力拿出来！哇，你选这个，啊、对，太空蜿蜒呢。拿出你真正实力 ，OK， 开始。为什么你要这么想不开？来喽！哎、欸，没问到嘞。那是海放。脑海放啊！我还看到他，哎，哦，我来了！等一下就会在颁奖台上面。最可敬的对手来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你连这关都会玩？那场比赛打了快十年呢、欸，我比赛也打快十年啊！打好枪是不是啊？你要跳去哪里？这游戏不是前几天才出了吗？不是，我这地图不是在前几天才出的吗？然后，我这操作其实还不错、哦。有，我看一下你跑到哪里？哇，你跑到 Z 弯了哎！你怎么看得到我跑到哪里？看着你的实况啊！哦，哇，你还可以看一下哦，他还可以打字回观众。刚刚那个是不是要？算了，你要跳到隔壁去啊！不要！红领，你的画面会有那个秒数跑出来是正常的，那个不是 bug。哎、欸，等下我妈叫我，等我一下。啊！干嘛？你他妈还真走出去了、哦，然后。很贵，哎、欸，可以回来了啦，结束了啦。搞不好他妈把椅子睡了有没有？被他这样叫一下，怎么吓到？颁奖台了啦，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去尿尿啊？哦，哎呀，你肯回来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你尿啊尿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妈刚刚叫我了。妈，你是叫你妈起来尿尿吧？哦，哎、欸，跑完了，完了。那个脸一看就在宫北菜，别笑。啊！现在还要干嘛嘛？现在要干嘛？好了啦，好了啦啊！哎、欸，我想你们玩道具赛，你还有可能会赢小丑，还有可能。说，哎，对，道具赛 PK 敢不敢？可以啊。好，来，道具赛还是我最厉害的。好吧，你刚刚说你是世界道具赛冠军嘛？对，我就不相信职业电竞队要打道具赛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我没看过。给你选图，比如说你道具木桶第一名。好啊，木桶啊，来啊！职业有玩道具赛吗？没有吧？台湾没有。哇，你这什么鬼东西啊？航空母舰。航空母舰。欸、现在有1300个人在看你。欸、好可爱哦！哇屁呀、啊，太快了啦！屁呀、啊，那什么，你起来屁！有那么巧的事？有那么巧？他那一次，哎呦，有闪过哦！然后起来了你，屁啦！我不给你看。不给你看，我就不相信。你现在的台有1300，再看你赢小草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是吗？对吗？哈哈，我赢了，我赢定了。你想干嘛？你当我不知道是不是？啊啊！按住啊！哎、欸，哇！哎、欸，我挡，靠腰，这个不能挡哦，这不能挡、啊。
你要用飞碟反制。起来！哎，我没吃到道具，我靠！喂喂喂喂喂，赶快给我蜻蜓啊！我要蜻蜓。审判之龙加油啊！哇，这个有没有？很厉害哦！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我中！哇，不算哦！哎呦，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！森林木桶之王，吃掉，吃掉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什么东西啊？拿出来啊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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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哎，哎嘿呀！靠右按出了！你中！